作品艺是二月二十日，是国际的母语日。MAD 新闻动作同大家来报道，好比等单位期盼的各种发通。今日客家电视台进一步推出生生不息的专题报道，此生生不息的音韩国意思，共用的组队本韩卡同意来好工合法，谈的都合法，韩国用的一步一九家继续来好工合法。也跟内地因为带大家向下来看，大家的环境动作有韩卡同意好工合法的目。今年一年的合肥非调整组织同本党的文化教育处控台组明年发展处进行我来做的就是来打造汉语友善环境，提升汉语的使用力。按照年来合肥非当年都会判汉语认证，不过通过认证就敢正经推表会讲韩国会实际来用的。而一下就带大家来看今日体育的报道。呀，爱讲客，也也要记罗马拼音，哈，不唔爱讲也是讲方言的人嘛，哈，佮土也佮土土个错客家话。拿定将你民间提供行业服务，显示记者非常贴。苗栗县政府的提议呢，要求公部门应该强贴多些行业文书同罗马拼音。大杂扣除就系客家事务局，诶，意思就讲大杂扣除，做为民服务。一天要同客家话，相都有客家话，所以因呢个情节，诶，佮样诶可以写一句诶啊，安置些啊，怎来了啊？苗栗县传统行业做同行业效果，托全国系大头名诶，托苗栗县政府地度就有行业服务诶开台，诶，也做来思考那几下讲客嘅效果样诶。太子，你好。啊，安坐。Hey, 有嘛事情要判的嘛？我想伊诶真严重，我让过伊前去啊。好，要对面有台牌吼，你做安尼行上去。苗栗县传统行业做同行业执行效果，去年大胆去全国第一，县政府得到全国全国500万元奖励金。那位苗栗市也在水闸乡镇施工所升级每一号，全县总奖励金有1300万元安多，在江苏同总奖励金都系全国前多诶。行业初级认证报名人数，去年未抢数台人士，系六户以外前多人士。施工所呢，奖诶100万的奖金嘛，吼。那推本发本学教吼，但是呢，以前的比赛是用安尼破的方式啦吼，啊，一般呢特别用惩罚的行业来推行。往年行业认证考试都投四种考场，韩培飞一两年改变做法，加速团体报名，直接去到机关学教判考试。苗栗的消防处当地就要叫些人上去报名，如果消防处唔去睇下去报名，反正系要操课时候加下嘅。嘅董建章啊，所以我哋就贴批许多消防吹开考场，就方便大家来考试。大白公年时节住印度吹，舌都唔得去，请问是什么意思呢？所以通过认证做系外国合法系，校友会认为也代表与学习行业同列。苗栗县政府认为，唔但将行业认证好上网，也行业传承危机要动态部分，系后生出权唔会讲，也唔想讲下。沉浸式的教育，合教讲合汉语推动，阿苗栗可以讲做来先出大啦吼，也系就系安尼杀气，过阿个阿个30岁，唔系20岁到40岁中间呢呀，也同呢个民众啊鼓励佢讲合法。佢讲因为都合法，你就语言将会成文化，将会进来，所以社会推广会起嚟就杀下来吼，会当重要嘅。一个工作，夏威夷同苗栗县政府都将行业复兴目标讲喺沙区无做沙区。夏威夷今年将本地的文化教育处扩大做语言发展处，除了打造基础语言工厂的语言规划科同传统学校教育的教育学习科，负责沙区推广的沙区推广科，每一点重要。对通过行业认证，多用行业来做同行业，只要中央同地方强效来合作。客家新闻范秀妮、张红秀、苗栗特别报道。